啊，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每天都吃很少东西，然后吃进去的东西也没办法消化，然后我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我看到一只猴子，然后看到那个孙悟空啊，孙悟空那个头撞石头，哎，头啊，头撞石头，哎，他孙悟，撞对，击石头是吗？哎，石头啊，就是 stone，就那个外面的山上的石头啊。哎，孙悟空头上石头啊，我看到啊，但是那个啊，他自己撞的还是有外力？是他自己去撞自自己己撞，对你不要问我会描述给你听的，我会描述的一清二楚。那个孙悟空不是像人家所说的压在那个山底下的这个，压在石头底下的这个把它撞出来啊，而是站在站在外面，在空旷的地方，他撞个石头。像那好像那个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啊，没有挡住他的路，因为路上走没有石头啊。那个石头在路边上，好像又不碍他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去撞那个石头啊，头撞的石头，嘣一撞以后啊，因为那是头撞石头啊，所以内脏往前冲，也就是说，像那头撞了以后，脚。头对着那个石头杖，脚是这个伸出来的是脚，哎，我这个怎么描述呢？叫我拿个东西比划一下，可能啊，等一下啊，这个给我找个东西这个可能看得清楚点啊，这个这是头啊，这是脚啊。你如果一个汽车也好，什么一个东西撞一个东西的时候，把你一撞一个，头撞完以后，接下来内脏就往前冲了。现在的情况是你感觉到的症状就是，腹腔里的东西往那个胸腔方向跑，就是撞击以后就头停下来了以后，内脏还在往前冲嘛，好像你整体在往前冲，就是说。腹腔的东西要像胸腔的是胸，应该有，按理来说有胸闷这样的症状，就是往前推了啊，就是内脏现在就是这是脚啊，这个是脚，这是头，头蹦一撞撞在石头上以后，就后面东西往前挤压，甚至感觉到自己挤压到那个身高度矮一点的程度，缩短了，就是相当于啊胀上去一个，现在的症状就是一个。嘣！一撞以后就啊后面的东西往前顶了，我看到那孙悟空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这个症状在不在你身上，你感觉是不是有东西在往前一冲以后静止下来以后，后面的东西往前顶，就这样整体往前顶。现在呢，反正你跟着我的就是啊，就是他那个孙悟空啊，看到路边上一块石头也没挡住他的路，那么，嘣一下子就撞到那个头，撞那个石头啊，好像那虎剑，要用虎剑要打开一个地堡似的啊，但是这个地堡不是忘记的，是在边上啊，嘣一撞以后就。然后内脏剧烈的往前冲啊，内脏啊，就挤到那个胸腔，靠近胸腔的位置。如果你觉得你肚子里有硬块的话，硬块位置是比较高的，而不是低的。就站在那个地方，前冲站在那个地方，然后继续站，继续站，好像不断的站，不断站接，站到内脏坏了啊，站到内脏坏了以后就是内出血。内出血，也就是说，浪起剧烈胀的时候，靠近胸腔的地方，慢慢开始，在腹腔里边，但是靠近胸腔的地方在内出血。内出血以后，他不胀的时候，人倒过来站起来了啊，站起来的地方血
慢慢慢慢就流下来了。你说痔疮啊，实际上那个慢慢慢流下来，这个流下来不是有点不是马上出来的，稍微有点陈旧，因为它掉在那个胸腔那个位置，慢慢人站起来的时候就往下垂的时候慢慢流下来，流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个过程嘛，就不是第一时间一胀一个流下来的血就出来了，那么有点稍微有点陈旧。哎，对对，这个肚子，对，这个肚子痛是胀伤，胀伤类似胀伤，嘣，一起往前一顶的时候，你人静止下来以后，后面的内脏往前冲，冲击痛，所以肚子痛啊，冲击痛，胀伤也出血了啊，是这么一个症状。那么现在我们要搞明白的一个是孙悟空为什么要胀那个石头，另外一个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搞明白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能帮到他，让他不要胀石头嘛。目的就是让他不要胀石头嘛，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就叫他不要胀，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目的啊。啊，那你就说，你说啊，我胀板成妖怪，我胀板成妖怪，我装扮成妖怪，就站在石头的旁边。哎，因为那个孙悟空啊对妖怪最有感觉，他一看到妖怪以后就不会降石头，就肯定要抓妖怪去了啊，看看他什么反应，因为看他的行为看他的变化，我们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啊。你站就是石头，大石头在这里啊，一个大石头在这里，你站满的妖怪就站在石头的旁边，孙悟空好像闭着眼睛站那个石头的啊，他既然没有看到妖怪啊，你站满的妖怪站在那边呢，他因为那个是没睁开眼睛呢、啊，闭着眼睛站石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光用个咱们帐篷妖怪还好像不太管用啊。那你说，我在石头前面放个气垫场，一个放个大垫子啊，气垫场，气垫床一个床啊，打气的。气垫床是一个床啊，软的一个长垫子。气垫床是吗？对，打的气的啊。也就是说，你把那个石头前面放那个气垫床，让孙悟空要胀石头，就是感觉胀在棉花上面了啊。胀在棉花上面的时候，看看什么反应啊？好。啊。我在孙悟空撞的那块石头前面放个气垫床。哎，对，放个气垫床看看他什么，因为我们在我到从第一次发现孙悟空到现在，孙悟空从来没有自杀这样的念头啊，绝对不是自杀，因为他从来没有那个自杀这样的念头的，哎，一点点都没有，肯定不是啊。那我们看看他垫了石头以后，垫了气垫床以后，他应该感觉到变化的时候，他会然后我看到孙悟空像那个又像那个那个气。那个绳子冲刺了啊，冲刺的时候，嘎嘎嘎嘎嘎嘎嘎，顶到那边，嘣，一下子胀在那个，像棉花上的时候，他感觉不对劲，他要的是要重重的胀上去，而不是轻飘飘的，轻飘飘的。他说了一句：“莫非有妖怪出现了？”他感觉胀得很重的时候才对，他一下子变软了以后，他说：“莫非妖怪出现了啊？”你就既然他说妖怪出现了，你就站在旁边，还在那个石头旁边，就是没有紧挨着石头，稍微离开一米的样子啊，你就说一句话：妖怪在这里。妖怪在这里。哎，对，就说自己是妖怪，假装成妖怪，看看孙悟空什么反应。这个时候孙悟空就眼睛睁开了一个，好像一边睁开眼睛，在睁开眼睛之前，他就拔出来金箍棒过来了啊。他眼睛，眼睛就睁开了以后就看到你了啊，然后就迎着你冲过来了，拿金箍棒啊，眼看着要到你跟前的时候，你一闪到那个石头后面去了啊，就是原来孙悟空站哪个的方向的正后面，而不是现在孙悟空这个方向的正后面啊。我知道，现在在侧面啊。打我躲到石头后面吗？
哎，对，这个后面不是他现在的正后面，而是第一次冲刺的正后面。哎，对，是这个位置。哎，孙悟空一冲到你原来站的位置，冲过来的一个破雷空一个，他有点眼冒金星的感觉啊，眼冒金星的、啊。为什么眼冒金星呢？就是说他站石头站的时间长了，累了啊。哦。哎，另外一个失血了，因为张了内脏出血嘛。内出血的时候，原来他没反应，有一句话，有比较才有鉴别。因为原来连续不断的胀，就是没有自己感知一下自己的身体啊，没有感知一下自己的身体啊，没有感知自己的那个身体啊，所以呢，当他扑一个空的时候，他扑这个差点摔了一跤啊。按照他原来打妖怪的那个，要打妖怪的那个本事的话，不会走入跌跌撞撞的啊。他好像站那个大石头的时候，几乎是在轨道上走似的啊。一个大的冲，一个大的一个重物撞进那个，那块大石头啊，撞那个大石头的时候，它好像是机械式的，就是像一个放在一个机械装置上，跟撞过去，或者像打桩机，跟一下子，好像那已经麻木掉了啊，就在打桩机上，好像那机械式的，来进行。但那个冲击到你这边来说要打妖怪的时候呢，就自己的动作了，而不是机械式的动作了。但自己动作的时候，好像跌跌撞撞的，踉踉跄跄的，跌跌撞撞的，差点摔一跤啊！差点摔一跤，这个时候他感觉不对劲了啊！感觉不对劲了，感觉不对劲了，然后你刚才不是躲在那个石头后面吗？躲在原来方向的石头后面，他一眼就能看到你啊！你对他说啊，现在你说我不是妖怪。哎，刚才说妖怪是把他吸引过来了，既然吸引过来了，成功了以后就告诉他不是妖怪，不然的话真的说自己是妖怪，被他挨打了，而且把他醒过来。然后你说我是心理医生，我是心理医生。哎，对，实际上我们这个目的要探清他搞什么啊？现在相当于你换一个位置，你在这个位置了啊，在车车后面这个位置换了一个位置了啊。你对那个孙悟空说，哎，我不是妖怪。哎，我是心理医生，我们专门处理那种我们专门处理那些要自杀的人。我们专门处理那些要自杀的人。哎，孙悟空呢，一定不是自杀，肯定有目的的。但是我们故意说成是在自杀，激将他的是让他讲出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要站那个石头啊，相当于这个啊，我们来一个心理战啊。他说，我是心理医生，专门治疗那些要自杀的人。我不是妖怪，我是心理医生，我专门治疗那些想要自杀的人。哎，我看你年纪轻轻的，有什么坎过去的？我看你年纪轻轻的，有什么坎过去的？哎呀，那个孙悟空一连说要说他是自杀，而且说有什么坎，过去的气的。气得他牙齿都发抖，恨不得要金箍棒打你。但是呢，他金箍棒是专打那妖怪的，一听说你是心理医生，气得他钥匙恨不得把你打下来啊！但是他没打，因为要打专门是打妖怪，你说是心理医生，所以没有打你。但是气得钥匙差不多，妖怪差不多，这伤了他自尊心了啊！他在干活啊，他在做事情，知道吧？他在做事情，但是我们外人看不懂嘛，看不懂的时候也不能瞎猜，要用他的同他对话。用行为来判断他到底干什么啊？原来，刚才我说那个像那个铁道上面冲击过来啊，原来那个地方是个铁道啊，掉了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呢，这个大石头呢也不是说掉下来的，好像是专门有人放在那边的。就是人间和天庭之间呢、啊，人间和天庭之间，就天庭上过来的时候。相当于有的铁路啊，因为好久没有用了嘛，也不知谁已经把那一个大石头搬在那铁路的正中央，搬在铁路正中央以后就，从天庭过来的人，火车开过来到这里就不通了啊。当然，人间的人想要进到那个天庭那个地方去也不通了，两者都挡住了啊，两者挡住了。现在前阵子不是我临牌到那个天庭上的人千军万马要来地球吗？
哎，要来地球的时候，人家是从山顶上爬下来的，但是孙悟空就知道原来有条铁路，因为他原来经常来地球嘛，所以来地球的所有的路他都知道，哪条路是大的，哪条路是小的，哪条是天上云上平流层折叠下来，哪条从花果山那边啊，反正就是说，只要能下来的路，就是知道很多捷径就对了。哎，对，他知道所有的路啊，有的是一个人走的。有的是和两个人走的，有的是和要赶时间的，有的是和旅游的，也有知道千军万马哪条路最快。那现在就是他仗的，头仗的那条路是，他知道这个容量最大，也就大部队过来的话，对，应该乘火车从那个道上过来，但是呢，那个道上有大石头顶在那边的话，就不通了嘛。哎，不，石头就是一个石头，我眼睛看到的就是石头，从时空隧道没关系。不是，我是说那条铁路算是一个时空隧道。哎，不，在目前我们眼睛看起来不是一个时空隧道，就是我眼睛看到的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场景。哦，好。至于它背后的含义，我们事后结束了以后再说。现在我看到就是普通的，我们人间地球上的就像一个铁路，一条铁路，然后挡住了。挡住后面还有建筑物之类的，就像海关似的啊，大石头后面是个海关，类似啊，也就是说通向地球的那个一个大海关，海关就房子了嘛，出了海关，然后在海关的前方挡一个大石头，后面全挡住了，相当于我天庭和地球之间没有什么来往，就把这个挡掉了啊，而这个大石头的位置是在属于天庭这个位置上，天庭的海关，因为你知道海关是介两者之间，就像那个我们深圳南山那边有个叫深圳湾大桥，然后呢，深圳湾大桥的对面才是香港，但是呢，香港的海关不是建在那个大桥的对面，香港那个位置，是建在了深圳的地盘上面，也就是桥的这边，然后香港转了一大片，是建了香港的海关。然后海关同那个深圳这边的之间有个50米的一个缓冲地带，也就是说这两块就是香港与深圳之间的交界处，有50米的开阔地带，相当于现在这个大石头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开阔地带的有个地方对了一个大石头，就相当不通了啊。而建的这个海关呢，是建在深圳的地盘上，而不是在香港的地盘上，有点像这样，相当于天庭在我们地球上已经建了一个海关，位置是在地球上，而不属于天庭。但是呢，后面呢，则一过那个相当于海关以后，就后面的交通设施之类都是天庭的交通设施啊。啊，相当于在地球上和天庭之间一个连接带，而这个连接带的那个最前面入口挡掉了，因为常年不用嘛，已经挡掉了。那么如果说人下来的话，现在的情况是要翻山越岭，不从这个大通道过来，翻山越岭的话，从那个天庭上爬下来，爬到那广西那边的山上，这山顶上走下来，这个就速度慢了嘛，容量也小嘛，相当于啊，但是他们有一个相当于有个大规模的一个火车站，有个火车通道，有个火车通道。哎，所以呢，那个孙悟空想把这个打通，要把打通以后，像那个火车直接开过来的话，到人间就是所有人家大规模人下来就快了嘛。哎，相当于这个，现在明白了是为什么了吧？啊，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天庭到我们地球上一个捷径，而且容量非常非常大。但呢，到了那个前面石头挡的地方，那铁轨啊，只有一条铁路了，现在只有一个铁轨了，只有一条铁路。在它背后海关那边，就是天庭到海关那个位置的铁路啊，平行的铁路啊，就相当于有几百条啊，直接通到那边的，有几百条的铁路，但是到人间只有一条铁路，而且这一条铁路已经过了海关以后出现，只有一条铁路啊，这条铁路上面堆了一个大石头，堆在那边，就全挡住了，然后孙悟空要凭一己之力想把这个顶开。顶得纹丝不动之外，还顶得那个刚才我说的像自杀似的，梗胀过来，就把内脏都胀上了。
哎，那样子长长像好像是蛮干。然后我们可是搞明白了，我们是搞明白，原来是为了这个事。但是我们不要点穿，不要点穿，我们就是假装不知道啊。我们现在是知道，但我们假装不知道。刚才我是看了一下，原来的原因是他要把这个打开，但你假装说，你说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自杀呀？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自杀？哎，对，你一说自杀的，他气的都脸都发现人都发抖了，气的。气的，气的在发抖了。就是我在干件大事，你这同自杀联系在这一块，所以气得半死。但又不能打，因为一听说你不是妖怪，是心理医生的，是医生的话更不能打。再加上医生是为他好，就更不能不打。他把所有的力量都只能藏在自己身上。本来他一下打进去的话，可能一棒子可以打十个妖怪啊，也有可能啊。现在就这个力量就没法使出来啊，这气得半死。说话也只因为突然发现这个事情，他说话也说不出来，气得半死啊！既然我在忙忙碌碌的干活，你还打扰我，然后这个时候你很平静的说：“我不是来打扰你的。”我不是来打扰你的。我看到你屁股在流血。我看到你屁股在流血。对，所以我想，也许你头撞车都撞伤了，头你自己没感觉到，屁股那边流血你看不到。你说这句话。我想，也许你用头撞石头，已经撞伤你的身体了，因为你的头看不到，但是你的屁股在流血，被我看到了。对，这么一说，把生活吓一跳，说撞到了屁股都流血，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只感受。所有的劲呢，都顶在了头部啊，头部是他要考虑的，他要像什么样的那个力量大，积累在头部，其他部位都没考虑，所以他胀到内脏都胀坏了，而在流血他都一点不知道，只知道头部，他还没把那个石头胀开啊。然后刚才我们已经搞明白，他是要搬那个石头，然后啊，你就好像一个。技高临下的，突然你感觉身高很高很高，技高临下的对他说啊，你身体这么小，你再给你一千年你也张不开。你的身体这么小，再给你一千年你也撞不开这块石头。对，你一千年张不开。然后你就问他，你已经知道了，但是要让他亲口说出来是一个什么事，然后你才表达能帮他。而不是一下子他心里没准备的时候，一下子提出要帮他，说不定他也不乐意啊。所以说，你就先说到啊，你这样去张一千你也张不开，你到底有什么事啊？你的身体这么小，再给你一千年你也撞不开这块石头，到底有什么事？然后你还说一句话，一般要自杀的人是等不止一千年的。就是我们慢慢的来自己否定他不是，对，就我们就来判断自己站着判断他不是在自杀，因为自杀的话，你按这个样子一千年都不会死掉嘛，就是我们间接的说，就比较缓转的完整的就在说好像你不是自杀啊，我知道你好像在干件事情，只是我们不明白，让他自己说出来。之前我们已经刚才看了一下档案，就知道他要把这个门展开。然后呢，他因为那个胀的，可能把自己胀得太伤了，而且把所有的力量放到头部一个，那个下颌骨也胀坏了啊，也是往前冲嘛，下颌骨刚刚顶的那个关节也胀坏了，人家啊，所以他一下子说不出话。下颌骨吗？对，关节，两个面颊有关节的嘛，你头往前胀的时候，下颌骨刚刚顶的时候把两个关节顶坏了，面颊两侧。这样的话，你马上叫他说话的时候，他嘴巴在动，但说不出话来啊。这样的状况。然后你说我是心理学大师。我是心理学大师。我有他心通。我有他心通。我知道你想把这个石头撞开。我知道你想把这个
哎，然后你说啊，你物理没有学好。你物理没有学好。哎，你这么轻的体重，怎么张得开这么大的那个舌头呢？他这么一说，这个本他一屁股就坐到地上了啊！那个，他把这个你点穿了一个这么轻的体重，咱们人上来这个石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就真的是以卵击石了。另外一个他也累了啊，啪一下子坐在那个，那个地上了啊！坐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上街的时候，那个内脏啊。慢慢就慢慢缩了啊，就慢慢向往正常方向恢复了啊。原来不断上的时候，就把自己那个腹腔的东西一直胀到那个胸腔那个位置上，就堆积在胸腔那个位置上了。现在他坐在地上的时候，就慢慢内脏就往下面下方慢慢在往后退了啊。也就在慢慢退的时候，你身上的症状也是慢慢在往放松了啊。哎，然后你对他说。像这样的石头啊，叫变形金刚手一拿就拿开了。哦，像这样的石头，叫变形金刚的手轻轻一拿就拿开。哎，哪有那种让你亲自出马，用你的头来撞石头啊？哪里用得着你亲自出马，用你的头去撞石头？哎，现在我们搞明白了一件事情啊，搞明白了一件事情，就天平上确实有。大规模的人下来，这同我前面的灵牌就吻合了，是吧？一致了。我前面的灵牌就知道那个这一次下来的人数啊，就相当于地球人的10倍，10个人管一个人。那么也就是下来的人，如果地球上有70亿人口的话，他要下来700亿，天庭上，来维护社会秩序，来处理那些精英之类的，而且全部准备好了。节目准备好了，我不是前两天临牌的时候，我日本妈妈原来在天庭里面写聘书啊，把招牌全部换好了，没事干了，她都出去旅游去了。所以呢，接下来的事情是天庭让人下来，天庭的人下来同我日本妈妈没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全部吻合，对我们这里边要讲到的。哎，全部吻合，那么我们知道啊，确实有千军万马下来，你心里明白这个主题是这个啊，这个同我前面的临牌一致了啊，信息一致了，哎，这样就更坚信了，不会差错，但是呢，孙悟空也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呢，因为孙悟空自认为经常来地球，他把所有来地球的那个通道都掌握一清二楚，掌握是掌握了，但是他没有这个力量，再加上这么大一个通道从来没用过嘛，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需要这么大规模的人过来，就像以前建一个海关的是大海关建在那边，最后发现也没人来吧，就相当于关掉了啊，关掉是关掉，东西还在啊，只是没有人在里面守在里面了，现在他。孙悟空就感觉有很多人来的话，应该把提前把那个石头撞开才对。所以啊，你说一个孙悟空就现在躺在地上了。原来是他的那个现在头躺的地方，头是远离那个石头啊，石头这个方向是脚，现在脚的方向同原来他走的那个方向平行，头反过来了啊，头对着他撞跑来的方向。啊，仰天躺在地上，他没力气了啊。但是躺在那边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内脏慢慢舒展开了，慢原来正常位置在舒展啊。然后你对那个孙悟空说啊，你好好休息吧啊。你好好休息吧。哎，你说我让我的师傅让那个变形金刚过来把那个石头搬走就是了。对，你说这句话的是一听到说，有人来搬石头的话，孙悟空马上领悟到了，他的目的就要把那个石头搬开嘛。他已经撞到内脏出血，又在那个流血，还那个实际上流血痔疮那个实际上是他内流血啊，在胸腔那个腹腔与胸腔之间撞伤了以后，血慢慢流出来的啊。所以呢，一听说他花了这么长力气都搞不开，一听说你说这么简单就可以搞开，这样的话他那个也是这样的目标他也实现了，他就睡着了啊，就睡着了，不站了，不站了，那个症状就，症状就，症状就，
慢慢就消失了啊。也就是首先那个胀的力量没了，另外一个才往那个原来的方向再恢复啊。然后你对这边喊一下啊，你说师傅啊，就对着我这边师傅啊。啊，师傅啊。你去那个变形金刚，请他把那个大石头给搬掉。哎，你这个对你不要讲的，第一句话先讲的是，就说把那块石大石头搬掉。师傅，我请求您告知变形金刚，让他把那块大石头搬走。哎，你说我从孙悟空那边获得消息。我从孙悟空那边获得消息。将有大批的天人从天庭来到人间。因为人数太多了，因为人数太多了，需要一个交通流量大的通道，需要一个交通流量大的通道。孙悟空他知道所有的通道，孙悟空他知道所有的通道。所有通道当中最大的通道就在这里，所有的通道中最大的通道就在这里。正在这个时刻，你正在说话的时刻，我发现那个石头后面，原来石头后面不是只有一条铁路吗？我现在看到好多阴间的人在那个造铁路啊，他们自发的在原来的铁路两边都在造铁路啊，这边正在造四条，那个也就是说，这边造四条铁路。造铁路的是谁呢？都是那些农民，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那边饿死的那些人啊，都戴着草帽啊，饿死的那些人啊，在那边造铁路啊，自发的在造铁路啊。因为那个他，你看，自然灾害，我们所说的自然灾害，57、58、59、60这四年啊，从57年实际上已经饥饿很明显了。58年就没人管，59年、60年都没人管了，饿死了，也没人，最后也没得到任何道歉了。他们在阴间没有安息啊！这原来在灵盘当中我见到过好几次，他们，穿着那个锅啊，要来地球上来报复啊，然后，产生的高温什么之类的，但是都没有杀伤力啊，都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现在天庭以10比1的力量，也就是说，你地球上一个人，他来10个人，来重新解决这个社会秩序，要把那些那个精英啊，那些贪官啊，曾经，就是当老百姓不当一回事的人啊，都要把他解决掉的时刻，那些曾经在自然灾害，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饿死的农民呐、那个铁路那个石头还没搬走，迎接他们已经开始建铁路了，就迎接那个。迎接那个天人过来，他在就相当于迎着那个石头让孙悟空迎着石头站的那个这边，我看过去就右边嘛。如果你的方向看过来，在你的左边，我看过右边，在原来铁路外面已经同时建四条铁路啊，已经在建了。我再仔细一看，第五条也开始了啊，第六条也开始了，第七条也开始了啊。是在那个主编，主编就是在建铁路啊，就基本上他们的目标要建成的铁路，可能要比天庭上来的铁路的路数还要多。为什么他期望到达我们这边以后，早点能够进入那个地球上该去的地方，把那些问题解决掉？你想想，你数学帮我算一下子啊，就算60年到现在多少年了？63年了啊、63年既然没人管过他们了，没人管的，因为没人管嘛，没人管的情况之下，所以说他们自力更生了啊，自力更生，自己来迎接天人了啊，所以他们自发的出来在建铁路啊，因为在他们已经自发的在建铁路了啊，
孙悟空一看那个就是这块大石头在那边挨着是，他想那人家已经，苦成这个样子哦，饿死的人都自己开始建铁路了，但是一块大石头挡在那边，那个是，就挨着这块了啊，其他都好了，那天庭那边路是通了，他这个知道啊。对孙悟空来说，这个石头对他无所谓，他一翻就翻过来，一跳就跳到石头上。一进就进海关。但问题是你挡在那边火车过不来呀、啊、他急得要命是是这么一个事啊是这么一个事啊，所以他着急啊，着急的话你想生活这么小的力量，他的愿望当然好的了，要把那个这块大石头把它顶开，愿望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的体重太小了，你体重太小你站这么那个石头你站不动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把来龙去脉全搞明白了，包括建铁路也知道了啊。那么就是我这边也知道了，你向我这边请求要告诉变形金刚，把那个大石给搬走啊。这个结束了以后，我就找变形金刚来做这个事情了啊。也就是说你传达了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过来。你假如不传达这个信息过来呢，我这边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肯定不会想到要喊变形金刚。至于那个。我这个得到的消息就是他们在往地球方向进发，我知道。然后呢，以前我临牌过一个人呢，他三岁的小孩突然去世了，后来他知道是天人投胎，那个人是关那个关口的，那个关口呢是自然关口，而不是海关，就山顶上有个自然一个通道在那边，他是守那个的，所以当时前两天我在想，如果有十倍亿人，地球人的那个规模下来的话，这样的关口是远远不够的，我。想是想到了，我想他们还从什么办法下来的？今天搞明白了，原来他还进了一个海关，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好几百条的铁路，平行的铁路都过来的啊，到那个地方，像那海关。但到了海关后，因为长期没用嘛，没有用的时候，过来的铁路只有一条，还大石头挡在那边。那么就看到那个自然灾害饿死的那些人，在建铁路啊，所以孙悟空看到一个人家这边铁路都在建了，就一直在往内地在延伸了，一直在延伸，一直在延伸，一直在延伸了，也就延伸到哪里？饿死的那些人组织的人马，就组织的人马，就来建铁路啊，所以那全部县人马饿死了，所以这个铁路都他们都自发的要通到自己家乡去啊，自发的在建铁路啊。然后因为那个都在那个关口嘛，就出去很多平行的。然后我不知道远处看的话，一看那个铁路啊，四通八达都连到自己的家乡去啊。那些饿死的人呐、也就是人家就说了个带路党，带路党，这也就叫带路党了，这带路党就直接就铺铁路了来迎接这里你也知道了个啊，正义要来到了啊。你说这句话。正义真的要来到了，正义真的马上就要来到了。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原来一直同你说句话啊，同你说句话，我同你讲不通以后，后来我就再不同你讲了，因为你没看到那个，没看到希望嘛，今天看到希望了啊，今天看到希望了，你现在你要心里要想一件事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操心的。是吧？你看，你前阵子一直担心到GS 的事情你放下了，但你还有一件事情你没放下的，就是说环境被污染了这样的事情。那是有权利的人，或者有权利的，或者那个开企业的有钱的人呐、污染环境的你只能骂骂人家，骂也没有用啊。你现在你要放下哦，我发现了有比我强大的多的力量会处理他们的。你要说我骂他们那种王八蛋是没有用的。我骂他们是王八蛋是没有用的。我把我的心意传递好，帮助那些天人下来，那才是我能做得到的。我把什么弄好？传递好信息。是不是啊？你现在几千次都重要性来了吧？连我都不知道那边有关口，正急得要命的，
记得孙悟空亲自动手，这么小的体重的他都在亲自葬呢。你要不是你传递的这个消息的话，耽误的时间更长，因为我这边没接到这个信息啊。所以我一直告诉你，我发现你的信息同我的信息不重合。虽然大家针对同一件事情，但信息不重合。啊，不舒服。然后你说胸闷的话，是我睡觉，我睡觉睡到一半就有点，你知道我鬼压床哈，就是已经不会了嘛，因为天使过来找我了。啊。然后呢，就是，但是我最近好像睡觉又睡到一半，又开始半夜，就是好像鬼压床，可是又没有。啊。心脏很难受。啊，对，心脏很难受。对。胸闷其实有。啊。然后因为我一直在等，我不是我之前是，比如说你有痔疮的时候，我也会突然有嘛。嗯。饮食。作息都没有改变，然后你突然有，然后我要看，我也突然有，然后我还是看完你的灵牌我才好掉。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这次痔疮这么严重，应该是有信息，但我没想到是这个信息，我以为是外星人找我，我没想到是天庭的信息。那么现在就是说，你刚才还问我一个。说原来有个人，就是我们信息是一样的，后来我说叫外星人不要找他了，你刚才还打听说这个事，你看他信息完全一样，我就把他拉过来了。当然他自己家的我是没办法拉过来的，自己家的事情还是他自己家的。但是同外星人有关的是并过来了，对呢。但是同你的呢，就是不重合。就是虽然我们大家说天庭上的事情呢，你知道的是这个信息，我知道这个信息，现在明白了，我们确实不重合。因为我知道今天都不知道他是说的关卡呢，关卡的信息，然后在你这里但是你告诉我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我过后马上要找变形金刚去搬那个石头啊，让他们，现在你放心了吧？所以也解决了一个心结，那个心结呢，就是原来同你讲的，光理论上讲，你肯定也不服气的嘛。但今天告诉你，我们传播信息和人家大部队来，我们把那什么环境污染气啊、百姓什么之类啊，一下子就掉了呀，是吧？所以说现在我但告诉你有个更强的力量的时候，你自然会接受。就像那个说 DS 的时候，由川普他来打击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个意思，你只要支持川普就行了。我把这个结论告诉你，觉得合情合理，你就放下了。今天呢，我让你再放下的就是说天庭上下来那么多，由他们来处理。你看连那个自然灾害饿死了那么多人，他们都自发出来了，所以说有那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迎接他们的人，不是死了白死了。而你这么一想的话，原来污染环境的那些，原来你骂他们王八蛋的，骂的同时你自己很生气嘛，那个生气力量是留给自己的啊，他们又没感受到，所以是伤到自己了。现在你一看，我传递的这个信息也做那个带入党的话，那个力量就发挥出来了，你这样一下子心里就放松了啊，一下子你心里放松了啊，你想想那个骂那些王八蛋也不值得啊，因为生气生在自己身上，不值得，我还不如，好好的工作。也不用操心了万一身上有信息，我就判断是信息，我就排。其他事情我不操心了操心那些真真假假的信息，伤了自己的身体，对自己也没好处，伤了自己身体也没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原来得到的那些真真假假的信息啊，自己生气嘛，或者那些生腾期那个，生腾期要对抗他们的力量的，就是潜意识里面自然生气要对抗他的力量。消耗了自己的体力，现在明白了吧？这里你很多的，我当时说同你讲的时候，因为没有例子可以记嘛，我也就是很苍白的同你讲，这个，那说理论上说的，对你来说，你内心强大的情况下，我没办法，同你讲清楚这个事情。那今天就实在的例子放在这里，你只要搬来这个石头，大根木头就来了啊！那你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连孙悟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你就以后面就不用太操心，你看到社会上的什么新闻什么之类的，你不用管它。你想到我们大部队在我手上，我只要出一点力，大部队来的话，不是说我骂几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个力量是不是同个级别的？你这样后面就人就轻松了啊！你外面看到多少不公平的事，你都能忍了，总有人受不了，因为原来是感觉是见不到公平的力量，也见不到正义的力量。所以就只有自己恨不得要吃不上阵，要自己动手了。现在你看到背后的力量是强大以后，你慢慢就放下了啊。然后也就是说，
也没有那种怨恨了，哎，心里就反而就感觉到，哎呀，对，我把信息抓住，当时那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你就心态就不一样了啊、哦！终于，我日思夜想，想把这个事情一直悬在那边的那个王八蛋那个事情，想从你讲明白啊，进行用实际的例子啊，一下子就讲明白了。啊、哦，这样的话就心服口服了啊。啊，其他没啥事了啊，你就说，哎，你说孙悟空现在睡着了，我就沿着那条小铁路把他退回去吧啊。哎，对，原来他我说葬一个石头的时候，他是现在我就知道是弹出去啊，他好像是，头顶着的时候是沿着铁路啊，利用铁路上的力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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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噔，头顶葬的石头啊，然后葬的时候就内脏，前脏嘛，他头一顶到那个石头上，人静止下来了，但内脏是软的，噔，往前顶的时候内脏移位了。顶到一张移位的情况下，而且内出血了啊，然后血慢慢往下滴啊，然后呢胀了一个，因为是往前面在内脏腹腔的东西胀到胸腔那个地方，把胸腔都顶起来的话，你就是呼吸出现胸闷了嘛，呼吸上不舒服，心脏不舒服，你说感觉像鬼压床，又不像鬼压床，就这个症状呀，是被顶上来了啊，这个时候物理上的。而不是灵界的，当然这个信息来自灵界，产生这个的话从物理上比较像，就是一个脏器的一个突然静止，一个惯性往前冲，内脏是腹腔的冲到胸腔的位置上啊，压扁了啊，你说这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那就知道了啊，然后你说孙悟空现在睡着了，现在头睡着的是头脚对着那大石头，头反过来啊，躺在那边，然后你推着铁路，沿着铁路啊，像推着一个像小推车，一样的啊，他躺在地上，然后现在你放在推车上面，就沿着铁路慢慢的把它送回去，大概送个一两百米就可以了啊，相当于他就回到他出发地了啊，送到出发地以后让他睡觉就行了啊，他醒过来他自然会就走了啊，也就是说，就是说在他睡着之前已经同他沟通好了啊，他已经知道有变形金刚会来。干这个事情啊，不用他操心了，他就安心的睡着了啊。然后好，你说一个好，我已经把孙悟空送到安全的地方了啊。好，我已经把睡着的孙悟空送到安全的地方。哎，你说我也走了啊，我也走了。啊，我也走了。哎，我要干我自己的事情了啊。啊，我要干我自己的事情了。啊，然后你这边，说了一下老师，你不要忘了请变形金刚搬石头啊。好了好，我收到了，我知道这个，这件事情了，我赶紧请，过一会我就去请变形金刚啊，事情交到了，交代到了，信息也传到了啊，这样的话你高高兴兴就，这个事情就了了啊，是这样，这样今天一想的话，前前后后都又全对应上了，我这边呢出现了那个天庭上的事情，同今天这个事情也是天庭同人要接轨的事情对应上了，甚至前个两三天，我排我那个说我自己的姑妈什么之类的中风嘛，原来另外一个孙悟空，孙悟空也很多啊，因为猴变出来一个猴子变很多嘛，他在那个天上挠我那个叔叔婶婶的头啊，他说你们到地球上体验一下生活就可以了，你们回来嘛，我就前两三天才知道我的叔叔，我的姑妈之类都是来自天庭的，所以仙界的，这又对上来了，是吧？然后前两天我说那个，我姐，然后我姐的小孩又讲到王母娘娘陪着我日本妈妈来旅游，到了人间，肯定要解决地球上的事情，他们才到人间来看看嘛，又对上，全部对上了。但是你藏石头这样的事，不是碰到具体的事情就想不会想到的，那现在就要了啊。好，那就这样了啊。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好，那你休息，我现在就干我自己的事，去请那个变形金刚去啊。好。好，那就这样了啊。好。好，谢谢老师。不用谢，再见啊。好。好，先挂了，拜拜。好，拜拜。